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王者荣耀荣耀积分有什么用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在商城界面点击新品，在金币的左方有一个荣耀积分，在商城的特惠界面中购买荣耀积分礼包时赠送，可用于积分夺宝和新品抽英雄皮肤，就是在这里。我们比如说可以在这个里头是抽百里，或者是我们选择抽百里的皮肤都是可以的，这是蔡妍姬的皮肤，所以我们用20个积分来抽取，我们获得的是皮肤碎片。这个宝箱里的东西都是随机的，然后我们还可以去参加夺宝，然后这里是积分夺宝，每次会消耗60个积分，然后参与以后，这个就可以获得荣耀水晶，然后来兑换礼物。